马拉基书第一章：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之话语的末世。耶和华说：“我爱了你们，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了我们呢？”耶和华说：“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？我却爱雅各。恶以扫，是他的山岭荒凉，把他的滴业交给旷野的野狗。”以东人说。 我们现在虽被击倒，却要重建荒废之处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任他们建造，我必拆毁；他们必成为罪恶之境，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。你们必亲眼看见，也必亲自说：耶和华在以色列境地之上被尊为大，藐视我名的祭司啊！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。 儿子尊敬父亲，仆人敬畏主人。我既为父亲，我该受的尊敬在哪里呢？我既为主人，我该得的敬畏在哪里呢？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？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，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？你们竟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？ 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，这不是恶吗？将瘸腿的、有病的献上，这不是恶吗？你且把这些献给你的省长，他岂喜悦你？岂能看你的情面吗？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的恩惠，他好施恩于我们。这望献的事，既是出于你们的手。 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？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，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台上烧火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：我不喜悦你们，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公物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：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我的名在列国中必尊为大，在各处。 人必向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，因为我的名在列国中必尊为大。你们却亵渎我的名，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，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。你们又说这些是何等繁琐，并嗤之以鼻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你们把抢来的、瘸腿的、有病的。 拿来献上为供物，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这些呢？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，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，这人是可咒诅的，因为我是大君王，我的名在列国中是可畏的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马达基书第二章。 众祭司啊，现今这诫命是给你们的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你们若不听从，也不放在心上，将荣耀归于我的名，我就要拆咒诅到你们中间，咒诅你们的福分，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。我已经咒诅这些福分了，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，又把粪，就是你们结期寄生的粪。” 泼在你们的脸上，人要把你们与粪一同除掉，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，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，我将这两样赐给他，使他心存敬畏，他就敬畏我，惧怕我的名。真理的律法在他口中。 他嘴里没有不义，他在平安和正直里与我同行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。祭司的嘴当谨守知识，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训诲，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。你们却偏离正道，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。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 所以，我也使你们在众人面前被藐视、看为下贱，因你们不遵行我的道路，竟在律法上偏袒人。我们岂不都有一位父吗？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？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，毒犯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？犹大人行事诡诈，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了一件可憎的事。 因为由大人亵渎耶和华所爱的圣所，娶是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，凡行这事的，无论是叫醒的、答应的，或是献公物给万军之耶和华的，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。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，使眼泪、使哭泣和叹息遮盖耶和华的祭坛，以致耶和华不再垂看那供物。 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，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？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子中间作证人，他虽是你的伴侣，又是你盟约的妻子，你却以诡诈待他。然而神岂不是使二人成为一吗？他领的余意是属他的，为何成为一呢？乃是要得着属神的后裔。 所以，当谨守你们的灵，谁也不可以诡诈待自己幼年所娶的妻子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：“休妻是我所恨恶的，休妻的人是以强暴行事。”所以，当谨守你们的灵，不可行诡诈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你们用言语使耶和华厌烦，你们还说：“我们在何事上使他厌烦呢？” 因为你们说，凡行恶的，耶和华眼看为善，并且他喜悦他们，或说，公平的神在哪里呢？马拉基书第三章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我要差遣我的使者，在我前面预备道路。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来到他的殿。立约的使者，就是你们所羡慕的，快要来到。” 他来的日子，谁能当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，谁能立得住呢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碱。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，毕节，尽力为人熬炼他们，像金银一样。他们就必在公义中献公物给耶和华。那时，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。 仿佛古时之日，往昔之年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，我必速速作见证，攻击行邪术的、犯奸淫的、起假事的、亏负故宫之工价的、欺压寡妇孤儿的、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，所以雅各的子孙啊，你们没有灭亡。” 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，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律例而不遵守。现在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你们却问说：我们如何转向呢？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你们竟夺取我的物！你们却说：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物呢？你们夺取了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县的供物。” 你们为咒诅所咒诅，但你们通国的人仍夺取我的物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轻抚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”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我必为你们斥责那吞吃者，他就不毁坏你们地的出产。” 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，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。耶和华说，你们用话语顶撞我，你们还说，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？你们说是奉神是徒然的，遵守神所吩咐的。 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哀痛而行有什么益处呢？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，行恶的人非但得建立。并且虽然是探神，却得以陶醉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，耶和华侧耳而听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些敬畏耶和华并留意他名的人。 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在我所预备的日子，他们必属我，做我自己的珍宝。我必顾惜他们，如同人顾惜那服侍自己的儿子。那时，你们必归回，将异人和恶人，是奉神和不是奉神的人，分别出来。”马拉基书第四章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那日子来到。” 如烧着的火炉，凡狂傲的和行恶的，必如碎秸；那要来之日，必将他们烧尽，不给他们留下根和枝条。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，必有公义的日头升起，其翅膀有医治之能。你们必如圈里的肥牛犊出来跳跃，你们必践踏恶人，因为在我所预备的日子。 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你们当即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，就是我在和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和典章。看哪、啊，耶和华大而可为之日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伸延者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。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 免得我来用咒诅击打这地。